欢迎来到阿门森号，它是全球第一批混合动力游轮，也是海大陆德船队中最新的姐妹舰之一。它于2019年投入营运，那接下来就随我一起去看一下吧。这里是位于6层的24小时服务前台，任何关于客房和船上设施的问题都在这里可以得到解答。在有中文服务的航次，我们也会配有中文的前台人员哦。这里是船上的商店，您可以购买挪威户外品牌的服饰和装备，也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类的纪念品和日用品。在办理完入住以后呢，我们会赠送给大家一件 Helly Hansen 的外套，这件外套呢是防风防水的，可以在登陆或者巡游的时候使用。这个带有海大陆德 logo 的铝制水壶呢，也会赠送给您。而在船上的不同角落呢，也都可以找到饮水机，方便您随时补充水分。在阿门森号上呢，有一个海上最高的屏幕，它的高度呢是17.5米，宽度是6.5米，在这边会播放一些我们探险目的地的影片。接下来让我带您去客舱看看吧。阿门森号的舱房呢，主要分为3种。第一种类型呢是我们的套房，它们位于第5、7、8跟第9层。套房都带有大型的落地窗、宽敞的空间以及灵活的床型安排。客人可享的套房权益包含了高级餐厅 Lindstrom 的用餐、欢迎礼品以及迷你吧的首次使用等等。在部分套房里，比如像我们的 MC 套房，在阳台上呢还带有一个热水浴缸。第二种呢是我们的阳台高级外舱，它位于第7、8层，阳台面积呢大约是10平米。而最后一种呢就是我们的海景外舱，它位于第4、5层。在浴室里，我们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小瓶，取而代之的是使用专属的环保沐浴品牌 Arctic Pure。 海大陆德对于可持续旅游的重视也体现在我们的客房服务上，挂上绿色的 Go Green 挂牌，代表您前一天的床单和毛巾不需要更换。这样做不仅仅是节能环保，我们也会根据每日绿色挂牌的数量来捐赠给海大陆德基金会。这里呢是我们的 Owner 主餐厅，它的餐食呢主要是以自助餐为主，有时候呢也会有点餐式的。它是以北欧风格跟亚洲风格相结合，而且呢也会在这边可以找到一些中餐哦。Free Time 是船上的简餐餐厅，在这里任何客舱的客人都可以享用咖啡馆式的休闲简餐，是一天探险活动后三五好友相聚的好地方。Lindstone 呢是我们船上的阿拉卡式高级点餐餐厅，提供各国的美食。我们的客人呢在这里可以有一个奢华的用餐体验。在第10层甲板呢，您可以找到我们的探险家休息室和酒廊。这里的饮料选择呢一应俱全，除了无酒精饮料以外，你也可以找到啤酒、鸡尾酒、威士忌等饮品。这也是一个能让您坐拥无敌海景的最佳位置。He's a real artist, is he? Yes. Woo! 海大陆的游轮的科学中心一直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这里呢，我们有最齐全的科学中心，其中包含了有12台科学家级别的显微镜、干湿样品室，以及我们的讲座大厅。在科学中心，我们还开展第3方公民科学讲座，让您在航程中不仅仅可以深度地了解目的地知识，而且也可以和船上的探险家一起探讨关于历史、人文、野生动物、地质、冰川等课题。寓教于乐，更深一层地升级了您的极地探险体验，并让它能成为您的永久回忆。在登陆和巡游的过程中，我们也邀请您来为第3方公民科学做出贡献，参加我们包含的科学船活动，在极地获取水样，然后在船上科学家的带领下进一步去了解气候变迁所引起对于环境和水质以及微生物的影响。在6层的科学中心外以及第7层的船头位置是我们观测甲板的所在。在这里，我们的探险队员会随机做目的地导览以及野生动物观察，可以免费参加哦。这里是我们的探险出发平台，在这边呢，我们采用的是与众不同的双艇海平面同时出发，最高效的出发速度，25分钟左右把第一组客人送到登陆点，同时进行第二组客人的小艇巡游。探险小艇登陆，每艇可载18到22人，巡游可载10到12人，共有15个探险小艇可以同时运行，
分4到5个大组轮流进行各项探险活动。在第七层甲板呢，您可以找到一个设备齐全的健身中心，以及我们的康体跟水疗中心。您可以在这里享受奢华的 SPA 疗程，从按摩到美甲各式服务都有哦。作为挪威游轮130年来的传统，桑拿一定是必不可少的了。在宽敞的景观桑拿，享受流汗快感的同时，也能欣赏窗外的冰天雪地。如果您喜欢这样的风景，那千万也别错过我们的户外泳池。由挪威的克莱文船长精心打造，阿门森号拥有当代最先进的导航和稳定系统，2万吨以上的船体重量能够确保在各种海况下保持稳定和安全。它拥有强大的 PC6 冰级抗冰能力，能在浮冰最大厚度为1米的环境中航行，展现出冰冻水翼的卓越操作能力。仅使用海洋燃油的劳斯莱斯伯根引擎与大型电池组巧妙结合，同时呢，还配备了2个永磁技术的劳斯莱斯推进器和减摇旗维稳系统。其先进的动力系统不仅提高了航速，也为乘客提供了更为舒适、宁静和环保的航行体验。阿门森号是全球第一艘混合动力游轮，那它也意味着海达路德在低碳、环保等持续方面走在了行业的前列。我们欢迎您和我们一起登上阿门森号，前往这个世界上最小众的一些目的地，去进行探险。